哎，这是谁给你们？阿姨，哟，怎么有个阿姨在这里啊？是不是在干嘛呀？给你们，蹲在那里干嘛？大半夜的，看到这个人了没有啊？给你们，是人不？给你们，这里是中缅边界六国交界处，给你们啊，对，那边就是湄公湄西河，这边是老挝山，这在干嘛呀？你好，阿姨，嘿嘿，阿姨你在干嘛呀？你要叫我吗？哎呦，这不是阿姨，阿妹，我叫阿妹在这里，阿妹你在这里干嘛呀？你在这里干嘛呀？上茅厕啊！阿妹，等一下，上茅厕？什么叫上茅厕？什么是叫上茅厕呀？啊？什么叫上茅厕是啥意思啊？你们？刀嘞！哎呦，刀嘞！什么叫上茅厕呀？那个什么，你阿妹，你别走嘛，阿妹，等一下，阿妹，我不是什么好人，我不是什么坏人，你放心，阿妹呀、啊，你等一下嘛，阿妹呀、啊，你在上什么叫上茅厕啊？啊？上茅厕啊？上茅厕是啥意思呀？不懂啊。上茅厕？懂啊。听不懂，我听不懂啊！你们懂吗，哥姐们、叔叔阿姨们？上茅厕？哎呀，我说，哦，我知道了，那个上厕所是吗？对呀、啊。哎呦，你说清楚点嘛！你说你们这是什么话呀？傣语吗？哦，傣话。那你上吧，阿妹，我就不看你了。你都在这，我怎么上不上？你不上了。哟，你丢的这个干嘛呀，阿妹？你这个不要了是什么东西啊？这个、啊、怎么不要了呀？这个，上茅厕用的吗？上茅厕用的，给你们，这个上茅厕拿这个怎么用啊？这个呀，就这样子吗？刮吗？哦，这个刮的呀。对吗？这个能刮得干净吗？这个我是第一次见嘞，没有见过嘞、啊。你去试一下吗？我去试一下。啊、我是怎么说？那你刮给我看一下吗？请问？这怎么刮嘛？你不刮一下给我看一下吗？哎，你不会呀、啊？哎呦，阿妹，你等一下嘛，阿妹啊，等一下嘛，你别走嘛。阿妹啊，是这样的，阿妹啊，我呢是从广东过来的，来你们这边旅游嘛，来你们这边玩，知道吧？就是你们这边白天温度太高了，那个车都爆胎了，我早上也没有吃，中午也没有吃，现在都12点多了还没有吃饭，就是方不方便？去你家就是，去你家那个借点米啊，借点肉啊。我在这，我放心啊，我不是去你家里面吃啊，我就是到车上自己煮来吃就好了。我是开了房车过来的。去我家。啊，去你家。方便不？你一个来的吗？啊？啊？什么意思？阿哥，你一个人来的吗？我一个人来的，是什么意思啊？你们？我那个。是吗？我是一个人来的呀，怎么了，阿妹？走嘛，我家有吗？走嘛。啊？这走走，等一下，你小静这个。走嘛。这阿妹，你等一下，小静，你等一下，怎么你突然之间这么热情了呀？我有点。我们傣族的姑娘都是那么热情的吗？你们傣族的姑娘都这么热情的吗？是的吗？哎呦，小静，这个女孩子有点奇怪，你还是不去好了。哥姐们去不去啊？你们这个去还是不去啊？那个等一下，阿妹，我就问跟我妈聊会天哦。你们去不去啊？你们这个你们怎么一下子你太热情了？你这样子搞得我的 Megamo 一下子太热情了，你们啊、哦，这个哎搞得我有点那个有点那个就是那个气吗？哥姐们气吗？去不去啊？这个那你家在哪里啊？我家。在哪边啊？拐个弯就到了嘛。拐个弯就到了。对嘛，阿哥你一个人过来哦。啊，我一个人来的嘛，去是吗？我去嘛。去是吗？那走嘛，那走嘛。走嘛。走噻，那我走嘞。那个阿妹，你这个，你大半夜的，你一个人在这边，你这大半夜的，你不怕吗？我们是大半夜出来的吗？啊、你们都是上茅厕的吗？大半夜出来上茅厕的呀。然后、哦、这样子的，搞得我有点还有点。小静，你还是小心点好啊，小心点是吧，哥们？那个阿妹，你怎么好看、啊？我是第一次见你们这边傣族姑娘这么好看吗？对的嘛。哎呦，这么漂亮了、啊，太漂亮了！我是第一次见这么好看的美女嘞。我不算漂亮的吗？啊？我阿姐才漂亮的嘛。你不算漂亮的，啊、哥姐们，你们看，哥姐们，这个阿妹好不好看啊？叔叔阿姨们，哥姐们，好看的话怎么打两个字？好看来。好看吧，哥姐们。好不好看啊，叔叔阿姨们，哥姐们，卢丹红啊，好不好看呀、啊，哥姐们，叔叔阿姨们，好看吗？好看怎么打两个字？好看来，
好看是吧？那个好看。哎，你那走嘞，人家他们说都说你好看嘞。我阿姐才好看的吗？都说好看嘞，都说好看。我，哎呀，我都说好看是吧？好看，那走嘞，那往那边走啊，阿妹啊，走吧，去你家吧。这个去你家拿点米啊，拿点肉啊，干什么？我阿姐才好看的。你阿姐才好看啊？什么？你还有阿姐？我阿姐是那个春花的吗？春花？对的吗？春花什么？那个你阿姐好？你还有春？你还有你还有姐姐在家里面啊？对的吗？你还有姐姐在家？我阿姐。啊。阿姐还没有老乖的吗？那没有老乖是啥意思呀？没有老乖是啥意思呀？啊？啊？什么叫没有老乖是啥意思啊？给你们，什么叫没有老乖呀？罗马鸡拜。什么叫没有老乖呀？啊？我阿姐。哥姐们，你们听得懂什么叫没有老乖吗？没有老乖是什么意思？阿妹，你说点广，不是你说点我们。普通话行不行？要不你说点广东话，我这听不懂你这说这个话。阿妹，没有抢到福袋吗？哥姐们，没有抢到福袋是吧？那我再给你们发个福袋啊，哥姐们、叔叔阿姨们啊，好吧？没有抢到福袋，哥姐们、叔叔阿姨们，咱们扣个一来，我给你们每个人发个1000块钱的红包吧啊！妈呀，不会记录呗？没有抢到福袋，哥姐们，咱们发个没有抢到福袋吗？哥姐们，没有抢到福袋，咱们扣个一来。要走弄走。没有抢到福袋吗？哥姐们？啊，没想到福袋是吧？那我左上角叔叔阿姨们、哥姐们，我发了一个人人100块钱的红包啊！没有参与的叔叔阿姨们、哥姐们，咱们参与一下。没有参与，咱们参与一下，好吧？给你们发个1000块钱的红包了啊！那完了，还有你阿姐在家呀？我阿姐在家吗？啊、你阿姐我阿姐是春花吗？那个腿又长，皮肤又白，眼睛又大，鼻子又高。皮肤又白，眼睛又大。啊、哎呀，哥姐们，那哎那你有男朋友了没有啊，阿妹啊？的吗？还没有男朋友啊？没有老乖的吗？没啊？什么叫哦？就哦，没有老乖，就是没有老公是吧？对的。哦，没有老公是吧？我阿姐哦。啊？嗯，还会跳孔雀舞的吗？什么叫孔雀舞是啥意思呀？就是我们这边的傣族舞吗？是孔雀舞，什么傣族舞呀？啊，这我没有听懂哎，阿妹啊，这个孔雀舞，哦就是，哎，就是我常听别人说那个，就是那个孔雀舞啊。跳的那个就是那个上电视那个孔雀舞，你阿姐会跳啊？那插的那个羽毛的吗？哎，就是那个屁股尾巴有个羽毛的呀。对的嘛。哎呦，那孔雀舞老好看了。啊。那个，那，哎，阿妹啊，你这个是什么东西啊？这个呀？啊？你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这个对。啊，这你怎么又冒一个？这怎么我刚刚没看到这是什么东西？怎么刚刚冒出来的呀？就，搁那个了吗？搁哪个的呀？就搁那个了吗？搁这个的。哥哪个的呀，哥姐们？这里是哪里？主播，这里是中缅边界，这我听不懂。哥什么嘛？就是那个的吗？那个是，哥姐们，哥这个是什么意思啊，哥姐们？我这没听懂，这啥意思，哥姐们啊？叔阿姨，你们能听得懂吗？啊，叔叔阿姨们，哥哪？哥这个的。这个那个了吗？哦，那个，你说你哪个吗？阿妹啊，你说这个我这听不懂，你这啥意思？什么叫、啊、哪个吗？就割芭蕉的吗？割芭蕉的。我就割香蕉是吧？哎呦，你说清楚点嘛！你这个，你割那个的，你搞得我那个我也搞不懂啊。割芭蕉的，你这吓死人了。阿哥吗？啊，怎么了？你那个身体板不板杂的吗？什么叫板不板杂是啥意思呀、啊？就这里好不好吗？这里好不好是啥意思呀、啊？啊？什么板不板杂？那先去你家吧，我都听不懂你说话。阿妹，你这个普通话搞得有点卡喉咙。有点不一样，你这普通话有点变态，听不懂啊！这是歌板不板杂是啥意思？什么意思呀，阿妹啊？啊？什么意思呀？什么叫板不板杂是啥意思？我没听懂嘞。就强不强壮吗？就是哦，就是你说那个身体好不好是吧？是吗？哎呀，你说清楚点嘛！你这个搞得我听不懂嘞。我就身体好得很了、啊，阿妹啊，身体好好老好嘞，对，老好嘞。那可以的吗？可以的啊，那我身体板杂吗？你为什么要问我这身体板不板杂是什么意思啊？你为什么要问我这种问题啊？那我去你家借点米借点肉就好了。你这什么意思啊？哥啊？你有没有老妮吗？什么老妮呀、啊？啊？什么老妮？有没有老妮吗？老妮是什么意思呀、啊？就是老妮。就晚上可以睡觉的吗？加班干活的吗？加班干活的老妮、啊、什么？
那老妮老乖是老公，老妮是什么？哦啊，我懂了啊，那个老婆啊。对的吗？哎呦，你说清楚点吧，你这个老妮老哦老你们这边老妮就是老婆的意思是吧？对的吗？哎，我还没有吗？没有啊。啊，我那个。我今年35岁了，还没老婆。35岁都没有老妮啊。啊哎哎哎。我阿姐。啊、阿姐29岁也没有老乖的吗？你阿姐多大了？29吗？29岁了呀。啊。我29岁，哦，你没有老乖哦，你阿姐也没有老公是吧？对的嘛。哎呦，那个你阿姐跟有没有老公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嗯。啊。你身体板杂吗？我阿姐喜欢吗？板杂。我就是你阿姐喜欢强壮的呀，对的，你阿姐都这么大了还没有结婚呢，你阿姐是不是要求太高了呀？那肯定要求高的嘛。要求高。那我阿姐是春花嘛？嗯、哦，春花。会跳孔雀舞嘛？哦，你阿姐有什么要求啊？那啊？那就要这里好点的吗？这里好点的。对的嘛。我说身体板杂一点的是吧？就好，身体好一点是吧？那我身体没有毛病，我身体老好了。然后，那个我阿姐、啊、那个。要这个的嘛？哎呦，你阿姐就要身体好，还要这个？对的吗？这是多少啊？这个100万啊？这个太多了，阿妹啊，这个、啊、我没有那么多，这个太多了，没有那么多，这100个呀，这太多了吧？啊？没有那么多吗？这多少啊？这是多少？10万？这个吗？10个 W， 是多少啊？给你们，这个是多少啊？这没听懂啊，阿妹啊，你说清楚点吗？这是多少？这个？W 吗？哦，一个 W 就是一个万是吗？是吗？各位们，是的，怎么打个四呢？是吧？那一个万我有吗？那太多没有，别说一个万了，2个万、3个万也有，一个万我也没有。那到你家了没有啊？快了吗？快了哦。哦，你阿姐在哪里啊？阿姐在家里面。你阿姐在家里面啊？对的吗？哦，你阿姐在家里面是吧？你阿姐在家里面哦。对的吗？哦，那你阿姐，那你爸爸，你就跟你阿姐在家吗？你爸妈在不在家呀？爸妈不在家的吗？你爸妈不在家呀？对的吗？哎呦，你们去还是不去啊？你们，你爸妈不在家呀？就我跟我阿姐。就跟你阿姐呀？那好嘞，那还有多久到啊？前面吗？哦，就前面就到了是吧？哎呀，那走嘞。主播，这里是哪里啊？这里嘛，哥姐们，这里是中缅边界六国交界处啊。哥姐们说，哎呀妈，这是什么傣族、什么阿密族、什么佤族啊？我不清楚是什么民族。那边是那个梅溪河在哪边啊？梅溪河在哪边啊？那边吗？要多久到啊？那肯定要20分钟就到了吗？20分钟，那个老挝山嘞？老挝山就在隔壁吗？哦，老挝山在隔壁是吧？哇，这样子，那很近哦。那个，哎，阿妹，我想听说，你刚刚说你阿姐会跳那个孔雀舞啊？对的嘛，上过电视的嘛。那孔雀舞，你们想不想看呀？小静，我想看孔雀舞，你们也想看吗？你也想看孔雀舞吗？叔叔阿姨们、哥姐们，你们想看的话，怎么打2个字想看来？我给你们呢，哥姐们，我问一下这阿妹呀、啊，看到阿姐肯不肯跳，好吧？叔叔阿姨们、哥姐们。我要问一下阿妹，这个我做不了主啊，哥姐们，我只能让阿妹做主了啊，好吧？想看的话，咱们打2个字想看来。那你，阿妹啊，就是这样子的，就是，你阿姐的话，方不方便跳那个孔雀舞给我们看一下呀？阿姐，你想看呢？啊，不是我想看，是我直播间的人想看，就是我在直播。在直播呢？啊，在直播，直播间有10000多人都看着呢。这么多啊？啊，就是方不方便让你阿姐给我们看一下呀？可以的嘛？可以啊！哎呦，哥姐们，你们听到没有？可以，哥姐们，你们想看吗？想看的话，咱们打2个字来，想看来。那走了，心里家嘞、嗯。想看吗？哥姐们，想看咱们打2个字，想看啊，好吧。走了，咱们去阿妹家了哦。看他们阿姐呢，跳那孔雀舞啊。叔叔阿姨们，哥姐们啊。走了，哥姐们，叔叔阿姨们，走了啊。好吧，想看是吧？那好嘞，到你家了没有啊？在前面吗？在前面是吧？小金，这福袋怎么抢？哎，你们不会抢福袋吗？叔叔阿姨们，哥姐们。等一下，你们不会抢吗？左上角我发了一个1000块钱的红包啊，不会抢是吧？那我教你们抢下来。这里不是有个关注吗？叔叔阿姨们、哥姐们，咱们点个关注啊，兄弟们啊，点个关注，你们点开这个福袋来，你看，爷爷1000块钱的红包来，去发表一下评论就可以抢了这个红包了啊！还有2分钟开抢啊，1000块钱的啊，好吧，叔叔阿姨们，咱们没有抢的，咱们抢抢红包啊！对你去发表一下评论，去抢抢红包啊！哎呀，这还要多久啊？阿妹啊，走快点嘛，我都是饿了，我都拿点。赶紧给我拿点那个，拿点吃的，拿点喝的，那太饿了，阿妹啊，有点饿嘞。这是你们村呐、啊？对的嘛。哦，这样子呀，啊，那走嘞，去拿点吃的啊，嗯、啊，借点米，借点肉啊。阿妹，你有多高啊？阿妹啊？我啊。啊。1.65米，我阿姐1.75米。哦，你阿姐1.75米，你1.65米，哎呦我那个，你阿姐1.7米呀、啊？
哎呦，那个太好看了哦，那太好了。那你找的衣服，那你姐姐在哪里啊？在家里吗？在家，哪个是你家呀？这个吗？这是你家呀？真的吗？你家这么有钱啊？这个高楼大厦的，这搞的，这太好了吧？你家啊？这个你家这么，那我可以进去吗？那你阿姐在哪里啊？那我进去嘞。等一下的吗？啊？怎么了？说一下，你阿姐说什么呀？啊，你要跟你阿姐说一下，你不用说嘛，我直接进去就好了呀。你直接进来啊。啊，我不能进去吗？为什么不能进去啊？那你进来哦，你要当上门老乖的吗？什么叫上门老乖？这是进去，这是听不懂啊你们。怎么我要进去的话还要当上门老乖？什么叫上门老乖呀？白天也要干活，晚上也要通宵干活的吗？白天也要干活，晚上也要通宵，那是什么的？啊？那是什么东西？要白天也要干活，晚上也要干活的，上门老乖，我第一次听说的，阿妹，你这搞得我有点不懂啊，不懂，什么叫上门老乖？你们懂不？什么老公，当老公？啊？上门的吗？上门老公是吧？哎呦，就是上门老乖，就是上门老公是吧？是的吗？哎呦，那我不能这样子吗？天天那你让你阿，你不是说让你阿姐出，那我就不进去了。你让你阿姐出来外面给我跳吧，好吧？我在外面跳。啊？你等一下了吗？等一下。那我跟阿姐说吗？阿姐说，那个，那我在这里等你啊。啊。你老是把着这个东西干嘛呀？随时都要割那个的嘛？谁割那个？割哦，那你在这里，你去叫吧，你去叫你阿姐，我在这里等你啊，好吧？这里是哪里啊？小静，这里吗？跟姐们说，阿姨们，这里啊，这里是中缅边界啊，六国交界处，跟姐们，那边就是那个老挝山，那边就是梅溪河，跟姐们，不清楚，在这我在这里等他吧，好吧？那个他说他阿姐在里面。哎呀，他家他就跟他阿姐在家啊，他说我不能进去的话要当那个什么上门老乖呀、啊，什么意思我也不懂，为什么？他说让他阿姐给我跳的孔雀舞给我看啊，好吧，我们在这里等一下啊，在这里等一下，啊，没有福袋了吗，哥姐们？没有福袋了吗，叔叔阿姨们，哥姐们？没抢到福袋吗？没有抢到福袋的话，叔叔阿姨们，哥姐们，你们扣个小一的，我看一下来，我再给你们每个人发上一个1000块钱的红包嘞，好吧？叔叔阿姨们，哥姐们啊，我看有没有没抢到福袋吗？哥哥姐姐们、叔叔阿姨们，没抢到福袋的话，怎么扣个一啊？好吧，我看一下啊。这么多人没抢到福袋啊？那这样，等一下我充下钱吧。我要发的话就发个大的，我绝对不会发小的啊。我直接发一个1000块钱的啊，给你们每个人发个1000的吧。那个啊，左上角啊，哥哥姐们、叔叔阿姨们，我发了一个人1000块钱的红包来啊。没有点关注的，怎么点个关注？怎么去抢个福袋来？好吧。怎么就点个关注去抢个福袋嘞？那个阿妹啊，你阿姐还没好吗？怎么还没好啊？啥意思？怎么还没好吗？这阿妹怎么搞的？这是什么意思呀、啊，阿妹啊？啊，想看到阿姐跳舞是吧？好嘞，我一会让她带给你们看、啊。你阿姐人嘞？阿姐在房间里面吗？在房间里面，你让她出来啊。阿姐要打扮一下的吗？打扮一下那。跟她说了嘛，我说有个。你这样子吧，你这样子去跟你阿姐说吧，你这样子吧，你说来了一个广东的一个帅哥，啊，想看他跳那个孔雀舞，你跟你阿姐说一下，你看他愿不愿意给我跳一下，好吧？如果愿意的话我就看，不愿意的话我就拿点米拿点肉的话扭头我就走了，好吧？那你去看，你问一下吧，你问一下啊。哎呀，我在这等你啊，快点阿妹啊，有点等不及了阿妹，哎呀，这阿姐还跳那孔雀舞啊，那赶紧哦，我在这里等你啊，阿妹，我在这里等你哦，哎呀，跟你们啊，那个，快拐弯了嘛，我在这里等他了嘛，跟你们啊，等一下啊，想看跳孔雀舞是吧？快拐呀，孔雀舞一会就看了啊，这阿妹还没好，你快拐弯啦。孔雀舞是吧，哥们？怎么啦？还没好吗，阿妹？怎么说啊，阿妹啊？跟他说了吗？啊？我说了嘛，有个广东过来的嘛，一个帅哥吗？然后你啊？高，然后身体又板着，
啊，还要绑着？那你阿姐怎么说呀？阿姐说可以的吗？可以的呀。对的嘛。哎呦，你们听到没？想不想看？叔叔阿姨们，你们想看的话，咱们打个想看来。哎，那个我这个我也不能进去呀、啊。这个我进去的话，你在哪里看呀、啊？那个你阿姐的话让我跳，就让我坐上上门老怪的话，我不想是不想坐呀。是吗？现在没人了吗？怎么阿飞进来吗？啊，这个进吗？给你们进去不？给你们进来吗？去不去？你们这有点害羞多啊，阿妹呀、啊，有点害羞啊，整的有点不好意思呀、啊。没人了吗？进吗？给你们这能进吗？没人的话就不要做上马老怪了。对的吗？啊，这真的假的呀？进不进啊？给你们啊，那哎，那个是快进还是不进啊？给你们说，阿姨们，你们说进还是不进嘞？他们说没有人的话就不用做那个上门老怪了啊！你们说进了还是不进？我听你们的、啊，你们说进的话我就进，如果不进的话我就不进了，给你们好吧？啊，左上角我发了一个人1000块钱的红包了，没有参与的叔叔阿姨们，给你们咱们参与一下啊！进是吧？那我就进了啊！怎么就有人说不进？主播你赶紧去回去吧，这阿妹有点不靠谱啊！有点啊这个，不进的吗？给你们？进是吧？啊，进去看看是吧？这里是哪里？怎么？那我进来嘞。这里是中缅边界啊，六国交界。从哪边走？这你怎么搞得有点这么神秘啊？搞得我有点不好意思了啊。这哟哇，你们家这么好看呀、啊？进来啊。那我进来了啊。那你阿姐在哪里啊？阿姐在房间里面吗？房间里面。这个吗？哪个房间？这个吗？这个呀。我在这里面。哦，那你阿姐在这里面啊？那你阿姐在那？那你姐姐叫什么名字呀？姐姐叫秀秀嘛。叫秀秀啊？啊。好，听到我跟你们，听到了没有？这个我这里也没有门了，我进去看一下来着。等一下嘛，二哥。啊、这是什么？这阿姐在打扮吗？打扮。对的吗？这不能进去看一下吗？我来都来了，你阿姐怎么这么还不出来啊？有个帅哥，身体又反常的帅哥过来，他要打扮一下的吗？要打扮一下，要多久吗？那3分钟就可以了吗？3分钟就可以了。那你跟你阿姐说嘛，我来了，来到门口了，你让我瞄一眼也行啊。可以了吗？那你阿姐让我瞄一眼。阿姐哦，那个帅哥。我看一下，喂，这那个我可以进来，我进来看一下这。等一下嘛，哥。啊？他还在打扮吗？打扮呀，那你。等一下吗？啊，等一下，我在哪里等呢、啊？你坐着吗？我在这里等呢、啊。啊。那你怎么关着门干嘛呀，阿妹呀？你帮阿姐弹下头发的吗？我帮她弹下头发是吧？好嘞，那我在这里等一下啊。好嘞，那你我在等你，快点哦。啊。跳孔雀舞还这样还要换衣服啊？那肯定的吗？有的，换那个尾巴有羽毛的。对的嘛。哎呦，那个是穿的短短的，这个快跟你们，哎呦，跟你们。哥姐们啊，一会儿你看到阿姐没有？哥姐们看到了没有？看到的话你们打个看到了啊。看到了没有？叔叔阿姨们，哥姐们看到了吗？看到怎么打个看到了啊？好吧，一会儿就可以开跳了啊。一会儿他就跳了，怎么抢福袋啊？小静，你们不懂抢福袋吗？哥姐们、叔叔阿姨们，福袋在这里吗？哥姐们，左上角这里不是有一个关注吗？叔叔阿姨们、哥姐们，怎么没有点这个关注的？你们先把这个关注先点上啊，好吧？先把关注点上，然后呢，点开这个福袋来。你看到这里发了一个人1000块钱的红包啊，咱们没有去抢的，发表一下评论去抢一下，好吧？点亮个灯牌就可以抢了啊，好吧？去抢一下红包啊，嗯，赶紧进去吗？他说等一下嘛，哥姐，我也不能进去啊，这只是等一下的阿妹嘛。这里是哪里啊，小静？这里是哪里是吧？哥姐们说，阿姨们，这里是中缅边界六国交界处啊，哥姐们啊，这里那个是什么？傣族啊，什么阿密族啊，什么泰族啊，我也不懂啊，哥姐们，这边很近老挝山，也很近湄西河啊。那我在这里等一下他走吗？不能进啊，我要走啊，哥姐们，我要走吗？走的话怎么打个走嘞？留还看不？不想看了呀，太危险，什么意思啊？这阿妹有点不对劲，你还是不去了啊？等一下要怎么什么嘎什么的？不会吧，这嘎这个的？啊，那个来都来了，看一下嘛，哥姐们，来都来了，怎么样？肯定要看一下。阿妹呀、啊，你阿姐还没好吗？啊？你阿姐人嘞？还在弄啊？我那个米在哪里呀、啊？能不能先拿点米吗？可以的吗？可以，那拿给我拿点米呗。你先给我拿点米嘛，我这个肚子有点饿了。
拿点米啊，先拿点米吧，跟你们说阿姨们，对，先拿点米，这哪里有米啊？哪里有米啊？那拿点嘛，拿点米嘛。啊？我要多少啊？我一个人吃不了那么多，我一个人吃个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碗吧，吃个七碗就够。那么多啊？啊，这也不多。怪不得那身体那么好。哎呀，那也不多。七碗啊，七碗，不要那么多，阿妹啊。啊。七碗啊。七碗啊。哎，七碗。嘿嘿。哎呀，这个七碗的毛，那打多点。哎呦，这个是什么东西啊，阿妹啊？这个。啊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这个。这是什么、啊？这个。阿波罗吗？阿波罗啊。对的吗？嗯，这个是你刚刚说割这个香，割这个芭蕉是吧？这个。对的吗？这个、哦。刚割的吗？这个阿妹啊，有计划不要当我讲，不当讲了。说吗，阿哥？哎，就是这个。这个阿波罗的话，能不能给我整一点啊？这个，真的啊？啊，这阿波罗能不能整一点阿波罗啊？可以了吗？嗯、啊，整点阿波罗。要多少个吗？啊？啊？要多少个啊？拿个十个八个就够了，拿不了那么多啊，吃不了那么多，你搞个十个八个吧，嗯，拿个袋子装一下吧，嗯，哦，装一下，那个，那行了行了行了，好了好了。啊再拿多一个吧，好了好了，够了吗？啊，够了，嘿嘿，哎，这个，过来啊，那个，那有这有没有肉啊？啊？有没有肉啊？搞点肉。还有肉啊？啊，搞点肉吗？这没，光吃这个米的话太干了，吞不下嘛。真有了吗？有肉啊，那拿点肉吗？那老吃米的话也不香啊，那肯定要拿点肉嘛。哟，你家这么大的冰箱啊？哎呀，这冰箱太大了啊。哦，这肉在这里啊！啊，啊，那个什么肉啊？这羊肉是猪肉吗？羊肉、猪肉啊？嗯。什么羊肉？哎呦，羊肉、猪肉啊？嗯。哦，那个你随便给我整一点吧，能吃的就行。随便啊。啊，随便整点。哎呦，左上角给你们发了一个演员1000块钱的红包，还有40秒开抢了啊！主播，我在这里，昨天我抢了500块钱的红包啊！你昨天抢了500呀？那你手气太好了。这1000块钱的红包还有30秒开抢了，叔叔阿姨们跟你们没有抢的，叔叔阿姨们咱们抢一下啊，好吧？再拿点啊，这个呀、啊嗯，哦那也行，拿点这个，拿点这个肉，你看，拿点这个肉，这个，好嘞，你给我拿好，给我装好吗？一会我要、嗯、给我装好吗？给我装好这个肉吗？哎呀，这个，你帮我装好吗，阿妹啊？啊，装好。哟，那是什么那个？啊？那是什么那个？这个是什么呀？这你都不认识啊，哥。哦，这蒜，拿点大蒜也整点大蒜嘛。大蒜也整点嘛。没有抢到福袋呀，小俊能不能发个福袋呀？啊，没有抢到福袋吗，哥姐们？还有多少哥姐们、叔叔阿姨们没有抢到福袋的？你们扣扣小一的，我看一下来啊。好吧，我再给你们发一个福袋吧，我看看来，我看还有没有，等着搞多两个吗，阿妹啊？啊。搞多两个吗？啊，搞多两个吗？嘿嘿，哎，阿妹啊，就是那个，你有没有水呀、啊？你家那冰箱呀、啊，有没有水呀、啊？什么水呀、啊？水呀、啊，就是喝口水呀、啊，想喝口水。你要喝口水呀、啊？不，对呀、啊，有没有啊？那口水呀、啊？不是那，哎呀，就喝。那我跟阿姐的。口水也不够你喝吗？不是，不是喝，哎呀，对，我是喝水，不是喝口水，喝一口就是矿泉水有没有啊？矿泉水啊？哦哦，那这是吗？啊、有的吗？啊，没想到福袋是吧？那我给你们发个，人家发个500块钱的吧，在哪里啊？在那里吗？在哪里啊？哦，那点水啊，没想到福袋吗？那我给你们再发一个500块钱的吧。哎呀，还没想到福袋啊。那我给你们发个银，再发个500块钱的吧啊，那个，左上角啊，叔叔阿姨们、哥姐们，我发了一个银500块钱的红包了啊，没有参与的叔叔阿姨们，你们参与一下吧，左上角去点关注啊，哈哈，再去点关注吧，跟你们说阿姨们，没有点关，怎么抢红包？发了一个500块钱的，看到没有啊？可以抢了啊，可以抢这500块钱的红包啊，没有抢的叔叔阿姨们、哥姐们，咱们抢一下啊，对。怎么抢啊？小静还不会抢红包吗？没有点关注的啊，哥姐们、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点个关注啊，好吧？对，点个关注，
然后那个你们这里不是有一个这个红包吗？看到没有啊？妍妍500块钱的红包来，去发表一下评论，哎，然后那个你们去点个灯牌吧，有花个1毛钱点个灯牌，就可以领这个红包了啊，好吧？妍妍500块钱的红包啊，去抢吧，咱们没有抢的叔叔阿姨们跟你们咱们抢一下啊，哎，阿妹，啊，你在干嘛呀？啊？什么在喝口？这在干嘛呀？啊？你在摇什么呀？啊？这是什么？啊？摇一下吗？这个水怎么还要摇一下呢？这个水怎么有点奇怪？怎么摇一下干嘛？肯定要摇一下嘛，山泉水吗？山泉水呀、啊？啊？怎么要摇一下？这能喝吗？哥姐们？喝吗？我不喝了，这个怎么有喝过了呀？怎么还剩？没有吗？那个啊？那个这没有吗？就这样子的吗？怎么你摇？怎么一直在摇它呀？这个搞得那肯定要摇均匀一点吗？还要摇均匀一点呀、啊？这个能喝吗？朋友们，这个，这个我不想，我口不渴了。啊？喝吗？喝点吗？喝不喝呀、啊，朋友们，喝不喝呀、啊？喝了吗？这能喝吗？这个，喝还是不喝呀？这个，啊，这个他们说不能喝了，这个水不能。可以喝的吗？这阿姐，啊、我想想打的，那个。这能喝吗？哎呀，那我口太渴了，我喝一点吧。嗯，哟，你这个水怎么，你拿着，你这个水怎么味道有点不一样啊？怎么，喝起来那个头有点晕晕的，这个搞得味道怪。我不喝了，阿妹，这个味道太不好了。味道不好啊？啊，味道不好。那肯定是没摇均匀嘛。啊，这我不喝了。再喝点吗，阿哥？啊，什么意思啊？再喝点吗？这次还能喝吗？我哎呦，还要喝？哦，那我再喝，哎呦。可以了吗？有，怎么越喝越硬啊？妹呀、啊，这个坐下吗？啊啊！拍太久了吗？啊，不是，这个水肯定有点不对劲啊！你这个水，那你哎呦，那你阿姐好了没有啊？我问一下阿姐好了。问一下阿姐吗？问一下阿姐是吧？那问一下阿姐，我想看一下你阿姐嘞，看一下阿姐，来看到阿姐跳舞是吧？好嘞，来看怎么抢福袋呀、啊？小俊不知道怎么抢福袋吗？叔叔阿姨们，哥姐们。那我教你们抢下福袋吧，哥姐们，好吧，还不会抢福袋是吧？那我教你们抢下福袋啊。这里不是有个关注吗？哥哥姐姐们、叔叔阿姨们，怎么点个关注嘞啊？这里怎么没有发表？点开这红包，妍妍500块的红包，怎么没有发表评论？怎么发表评论去抢红包就可以了？点亮个灯牌就可以抢了啊？好吧，叔叔阿姨们、哥姐们，没有参与福袋的叔叔阿姨们、哥姐们，怎么参与一下福袋啊？哎呦，卡了吗，哥姐们？卡了吗？对，卡了吗？好了没有啊，哥姐们？卡了吗，哥姐们？好了，好了吧？好了啊，好了啊。抢到福袋了没有啊，叔叔阿姨们、哥姐们？没有抢福袋的叔叔阿姨们，怎么点要点关注？怎么点个关注就可以抢福袋了啊？好了，自己抢福袋啊！哎，还有6分钟开抢啊，叔叔阿姨们、哥姐们，这个福袋啊，妍妍500块钱的红包啊，没有参与的咱们参与一下。这个阿姐还没好啊，这个。阿妹呀、啊，哎呀，这个你阿姐好了没有啊？那阿姐换衣服了吗？什么换衣服？阿姐，我可以进来吗？阿姐，现在还不可以了吗？还不可以？哟，你阿姐屁股太大了，不是？那个你阿姐身材好好，阿姐好看，对不对？你让你阿姐过来看一下吗？这看不到。啊？等一下吗？等一下。嗯。那这个呢？那她跳舞肯定要打扮得很好看的吗？她打扮得又多好看呀、啊！这个，那我在哪里等阿妹啊？坐一下是吧？那在哪里坐啊？这个是搞的。我、哦、那哎，阿妹，你会不会跳舞啊？我啊。啊。我会跳的吗？你会跳的呀。对啊，我跳的没有阿姐好看的吗？哦，跳的你没你阿姐好看呀。对吗？哦，这你老是背着这个东西干嘛呢？这个东西背着这么久干嘛呀？我们都是随时都要搁那个的嘛。搁那个是这样子的。对吗？哦，这样子，那我出去外面等吧，里面有点热，阿妹，这里面太热了。我出去外面等吧啊，哼，出去外面等吧，还要多久啊？那在哪里坐呀？哦，在。哦，那你也坐吧，我坐跟你也坐嘛，你也坐嘛，那我在这里坐啊，你不坐啊？哦，那我在外面坐嘛啊，啊，你们说还走还是不走啊？你们看啊，哎呦，这个还看吗？叔叔阿姨们，给你们看呀。别进美女房间了啊！哎，左上角叔叔阿姨们，给你们没有参与福袋的叔叔阿姨们，给你们怎么参与一下福袋啊？好吧，自己想想福袋了啊。对，发了一个妍妍
妍妍发了一个100块钱的红包了啊。走啊，什么叫我快走啊，怎么没四个人嘛，来了来了，们坐一下吧，他们家大半夜的，怎么两个人，就两个女孩子在家呀，不用看，怎么就两个女孩子在家呀，哥哥姐们说，哎们怎么没有看到别人在家，就两个女孩子呀，哥哥们怎么没有男人在家，他们家呀，啊阿妹呀，阿妹呀，哦你家那个男人没有男人在，你爸妈不在家呀？你在家的吗？你爸妈去哪里了呀？他们出去干活了吗？出去干活了。对的嘛，那竟然不回来。这晚上还干活的，你爸妈？对的吗？你爸妈晚上也干活啊？对的嘛。干什么活啊？大半夜的呀。不知道啊，那出去干活了吗？你爸妈晚上也干活啊？对的嘛。哦，那你爸妈干什么活啊？啊？干什么？我跟你说了吗？晚上不要。加班干活的吗？哦，你爸妈去加班了啊？啊。哦，那个，那你就跟你阿姐在家呀？对的嘛。哦，这样子呀。那个，那阿妹我走了，阿妹啊，我就不想留了。啊。啊，你把那个米给我走吗？给你们，那我能，我想走了，阿妹啊。怎么样吗？啊。大哥。怎么样？那大半夜的，你家没有人在家嘞。对的吗？啊。没有人在家了，我都不好意思啊，大小千千。啊，你要走啊？我想走了。走什么嘛？带我出去吧。啊？拿什么呀？什么意思呀？啊，都走啊！你送不用你送了，阿妹，我自己走就好了。我自己走就好了，阿妹。我不想看了，我想回家了。啊、阿姐跳舞那么好看，阿姐跳那么那你阿姐，哎呦你阿姐这个大胖子搞得这这搞呆呆不得半天呢。那肯定女孩子嘛，都要打扮一下的嘛、啊。什么女孩子还要打扮一下你们？你阿姐要多久啊？那阿哥啊，我带你去个地方吗？带我去个地方？对的嘛。大半夜的我来你家要带我去什么地方呀？那阿姐还在。打扮，那你阿姐一会去也去吗？去啊。去那里干嘛呀？我们先过去吗？去那里干嘛呀？跳舞的吗？去那里跳舞啊？真的吗？去哪里跳舞啊？这大半夜，这在你家不能跳啊？那家场地都不好的吗？场地不好？对。去哪里？去不去啊？哥哥姐妹说，哎们，你们哪边走啊？你哪边走啊？啊？去那边走啊？这边吗？这个阿妹，这哪边走啊？这边吗？这去，这我阿妹，我不去不行啊。去的吗？啊？等一下，爸妈在不在直播间？爸妈在的话，你们打个在来。妈，爸，你在不在直播间？这个，这去哪里跳舞啊？去那边吗？去哪里跳舞啊？这大半夜的。你在家跳舞。被别人看到的吗？被别人看到的、啊。对的，不好吗、哦？在你家里面不能跳啊！啊在是吧？那去还是不去啊？你们？走吗？走吗？啊，走！哎呦，这先过去吗？去哪里啊？你这样子别阿妹，你我自己来吧。啊、我记得你这样子搞得我有点不好意思多啊。这个，哎呀，小俊，这个女孩子不简单啊！你别去了，这个有点怪怪的、啊。这个，哪边走吗？那你去吧，哥俩去看一下啊。啊？这边走啊？哦、怎么去看一下吧，哥姐啊，怎么过去看一下吧？那我跟你去看一下。哎呦，哥姐们，这个红包还有20秒开抢了，妍妍500块的红包啊，妍妍500块钱的红包了，还20秒开抢了，没有关注怎么没有抢的？哥姐们说，哎，你们怎么赶紧去抢一抢红包啊？一会儿就没有了啊，还有10秒。或者小静，我在你直播间昨天抢到了500块钱红包是吧？都抢到了啊，哪里走啊，妹啊？这里吗？啊？走这里呀、啊？啊？怎么你往山上走啊？这什么半黑黑的？山上有舞台的呀，啊、你要翻过这个山呀，啊、你这个走啊，那这是怎么又走回去啊？啊，那边走啊？对吗？哦，那这个没有路啊，阿妹啊，走这个路怎么都是草啊？很少人来走的吗？很少人来走的。跳舞的话，我跟阿姐都跳舞的话，那肯定不能让别人看到的吗？这样子的呀，还有这种说法呀？
怎么前面有好像我听到男孩子说话的声音，有电灯亮亮的呀？刚刚我看到那个灯亮了，那边跟你们看到了没有啊？跟你们看到怎么打个看到了，那个灯有点，你们这边怎么黑黑的？那边怎么有个灯亮亮的呀？我刚刚看到那个灯亮亮的。正常吗？啊？嗯，肯定也是有别人的嘛，没关系吗？没关系啊。怎么了？这个，去是不去不去？你们，那怎么？那好，我自己来吧。这个是路吗，阿妹啊？这个。怎么都是草的，长了草了，连灯都没有，黑黑麻麻。有人怎么那边也很亮亮的，像那个灯，啊？怎么好像你们那边有人像一样？没人吗？哦，那走。你走嘛？你老是背着那个东西干嘛呀？哎呀，你还？等一下就要用了吗？等一下就要用了。那走吧。哎呦，啊，没有抢到福袋，没有抢到福袋吗？哥姐们、叔叔阿姨们，啊，没有抢到福袋的哥哥姐姐、叔叔阿姨们，怎么扣个小一的？我看一下啊，好吧。这样子吧，哥哥姐们、叔叔阿姨们。没有抢到福袋的你们再扣个一来，我再给你们每个人呢发上一个500块钱的红包吧。还没抢到红包是吧？那我再给你们发一个吧，看有多少人没抢到。来，小静，我抢到了200多块。哟，你抢到这么多呀，那你运气太好了啊。那我再给你们发个红包吧，啊，哥姐们、叔叔阿姨们啊。那我再发一个来，发，我要发的话肯定要发大的，哥姐们啊。这里是哪里啊？小静，这里是中缅边界啊，六国交界处啊。好吧，这是什么民族啊？你阿妹，你这是什么民族啊？这里啊，啊，傣族吗？我这里是傣族啊，哥姐们。那个左上角啊，哥姐们、叔叔阿姨们，我发了啊，看到没有啊？你等一下嘛，阿妹啊，这个、我那个脚扎到东西了，你们这个路不好走啊。左上角哥姐们发了一个人500块的红包啊，好吧，自己去抢一下啊，点开红包去抢一下来，去点个关注就可以抢到红包了啊。没有点关注的哥姐们、叔叔阿姨们，怎么赶紧点关注啊？怎么在哪里去啊？阿妹啊，还要多久到啊？快了，哦，哪边走啊？啊，这边走啊，这边走啊，哦，哎，等一下，这边走啊。对啊，这边走。这边怎么有个房子在那里啊？啊，怎么有个铁皮在那里啊？啊，怎么像一个厂在里面啊？怎么像一个厂在里面？这里啊？啊，哦，这里啊，这里嘛。哎呀，这，怎么抢福袋啊？哥姐们说，怎么还有人不懂抢福袋吗？哎呦，点对着屏幕，你们点个10下8下，点个20-30下点赞嘛，这样子抢嘛，哥姐们，教你们抢一下啊、哦。我还不会抢是吧？那我教你们抢下来。这里不是有一个关注吗？哥姐们，这个关注你点一下这个关注，然后呢点开这个福袋来，红包，人500块的红包，看到没有？去发表一下评论，对着屏幕呢点20-30下的点一下就可以了。那阿妹我不去了。我不去了，到了吗？快到了吗？怎么这里有这么多垃圾堆的一样？啊、快到了。快到了吗？我没有空了，我又没有空了，我先回去了，我没有空了。都到了吗？阿姐都快打扮好了吗？快打扮好了。啊。这个，都打扮好了。这是什么东西？怎么这么多袋子呀？啊。这个，哎呀，这个。嘿嘿嘿，那快到了，那还要多久？这快到了，哦，那去看一下吧，快到了，哥们，都快到了，咱们去看一下了。哈哈，哎呀，这个，小静，感谢你，我抢了300多块钱红包了啊，不用谢啊，不用谢啊，对，这红包在左上角啊，不用谢，你抢到了就可以了啊，不用谢，哥们，你看我直播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了，还谢什么谢啊？哎呀，这是，怎么有声音啊里面啊？呜呜呜！什么声音啊？哼，啊？没事的吗？那个，这里小动物比较多吗？小动物比较多。啊，在这里面啊。啊。在这里面。在这里面跳舞啊。啊。这是黑黑麻麻的，在这里面跳舞不好跳啊。灯吗？有灯呐、啊。啊。哦，里面有灯是吧？对嘛。我跟你二姐，就我们三个人在这里面跳 啊。哎呦，这是什么地方啊？这是你家、啊？这不是我家吗？这不是你家呀、啊。是吗？哦，在这里跳啊。这里不好跳吧？这里没有不亮，还不如去你家跳吧。嗯。啊？不好吗？去我家跳，那被去。小静不要进去了，这阿妹有点怪怪的，还进不进啊？哥姐们，进去不？进那里面？怎么有个这么大的门呢？啊？去吗？去啊。我可以看一下，这怎么有点这？那这里面啊？啊。在里面跳啊？嘿，怎么有个铁门这么大的个铁门打得开开的？这里面啊？
哎呦，这里面，这里面跳舞好看吗？好看的吗？没有电的吗？你这里？都没电的嘛。没电的。有灯吗？好，那这里面能跳啊？可以的吗？可以跳啊！哎呦，这个，哎呀，这个进去吗？这里啊？那你二姐还没来嘞？你先进去吗？我先进去啊。对啊，先进去嘛。哦，那你带我们。这个你这个。这怎么这么多袋子啊？这里啊，搞得很多垃圾堆一样，好像这是废铁厂吗？这好像是废弃厂来的呀。这个好像都没人住的这个地方呀。有人的吗？啊？都是人吗？有人的呀。怎么抢福袋啊，小静？没有抢福袋吗？不会抢福袋吗？哥哥姐们、叔叔阿姨们，不会抢福袋是吧？这里抢福袋吗？哥姐们，这里不是有一个关注吗？哥姐们，看到这个关注了没有啊？怎么没有点这个关注的？你们点个关注，点一下，点开咱们这个红包来嘛，去发表、去评论、去点亮个粉丝灯牌就可以抢了，人人500块的红包啊！每个人都500块钱的红包，才50个人抢，知道吧？还有名额的啊，哥姐们、叔叔阿姨们。那阿妹我不进这个，我看一下阿妹这个门。哇，这么大个门啊！这个，对的吗？这么大个门，好像有，怎么那里有个小小的屋，这里亮个灯在那里面是，那是谁呀、啊？那个里面有个小房子的吗？哦，里面有个小房子的呀。怎么就在里面？哦，那阿妹呢？跳吗？那阿妹那个得、啊，哎，这个，那我不去了，阿妹啊，我。去的吗？啊，我不去了，这个啊。阿妹，我回家了，阿妹啊。到了吗？啊？不然呢？我二姐都到了吗？啊，你二姐要到了。这阿妹，我自己来。哎呀，这个，等一下，哎呦，我妈给我打个电话，啊、你这个你掉过头来等我一下吗？哦、掉头。你这里不要看我吗？你等我一下好不好嘛？啊，可以的吗？那个，这样子吧，就是你等我两三分钟行不行啊？两三分钟啊。就是我不。干嘛吗？不是我妈给我打电话了，哎呦妈，在不在干？怎么了妈？在不在呀、啊、妈？在的话咱们打个在来。妈，你在不在直播间？在的话，你们打个在来。我妈给我打电话，给我直播间发打字的，说你怎么不接电话呀？她说小静，你怎么不接电话？你在干嘛？大半夜的睡觉了吗？她问我睡觉了没有嘛？就是我妈的话，我肯定要给她打个电话嘛，好吧？对。你打电话吗？啊，那我给我妈打个电话。你是在这里打吗？不是，你在这里的话不方便。对，我跟我妈可能家里面有点事情，跟我聊一下。我就在那里，我就在那个路那里打，那个灯那里打嘛。你就在这里等我，要不你在里面等我也行，这里等我也行嘛啊。好不，妈在不在呀、啊？妈，怎么你睡着了？妈妈刚、我妈就是刚刚给我打电话嘛，刚刚不是去你家里面吗？也不方便接嘛。然后呢，我现在出来的话，我妈说赶紧给我回个电话吧。你再不给我回电话的话，我当然不是啊、那个我妈的话有事情要跟我讲嘛啊。那个在吗，老妈在不在直播间啊？那个那个我等一下啊，我走了啊。你不是你在这里等啊？我啊啊我不走。你，哎呀，你在这里等我，我是打电话，不是我走去打去。等你吗？等我是吧？嗯、我那，你不要跟着我们，你不用啊。你不要走太远吗？不是我不远，你这不是，我走的不远吗？我就在这里，就在这里打嘛啊，好吧。你在这里等我，怎么抢福袋呀、啊？小静，你教我抢个福袋呗？不会抢福袋吗？叔叔阿姨们、哥姐们，你们不会抢福袋是吧？你们不会抢福袋的话，我再教你们抢一遍福袋啊，好吧？这里啊，哥哥姐姐们、叔叔阿姨们，你们看到这个关注了没有啊？看到的话，你们点个关注点下来啊，然后你点开这个红包，看到没有？还有两分钟开抢啊，人人500块的红包，来去发表在评论就可以抢了，人人500块的红包啊！没有参与的叔叔阿姨们、哥姐们，咱们抢抢红包好吧？自己抢抢红包。那你再等一下啊，我再打个电话啊。啊，好嘞，好嘞，好嘞。哎，那个妈，怎么了，老妈？等一下，我现在给你打个电话回去啊。哎呦，这个我妈给我打电话干嘛？大半夜的，给你们啊。我打个电话啊，打个电话给你们。哎呦，你们这个是什么情况啊？那个大半夜的，哎，那个我打个电话去啊。你怎么了，阿妹啊？啊，不是，我不走眼了，阿妹呀、啊，我这个走到这里来啊。阿姐都到了，啊这，怎么你还跟着来了呀？你那我这是我阿妹这是怎么啊？
你打电话，他们打个电话，打个。啊？你等一下嘛。啊？等一下吗？还等一下呀、啊？这个可以吗？那个啊，我不是你，我去车上拿点东西先。车在哪里吗？我车在前面那里嘞。哎，不用，我就是在等我就好了。两分钟，好吧？那你转过去嘛，两分钟。等一下嘛，我那个华姐就到了吗？哎，没事，主要给你们福袋，给你们还有50秒开抢了，赢500块钱的红包啊，还有50秒开抢啊！叔叔阿姨们，给你们啊，没有抢这500块钱的红包来，咱们赶紧去抢这个500块钱的红包，好吧？对，左上角发了一个妍500块的红包啊，好吧，那个你等我一下，你等我，在打电话吗？你们，你打电话呀，是不是？你看到是不是打电话呀？是吗？是的，怎么扣个一的？给你们，我看一下，是在打电话不？给你们，你别看着我了嘛，有个姐们，这个等一下，他看到我也不好，这个走吧，给你们啊啊，不是你这不是我打电话，你看着我不方便打嘛。怎么了嘛？我又没偷听吗？不是你偷听，我老妈妈啊，那个，你在这等我一会就来嘛，好不好？啊，你不要走太远吗？啊，我不走太远。你还有书在那里，你要走那么远？啊，不走那么，你在这等我一下嘛，好不好？嗯，快点嘛。啊，好嘞，我快点。哎，那我快，我马上来。啊，两分钟行不行？两分钟太久了吗？那多久啊？那一分钟吧，好吧。你在哪里吗？我车呀、啊。啊。我车好像在那边。在那边。啊，对，那一分钟行不行？可以吗？一分钟可以是吧？啊。那有感谢送的礼物啊，小静给你送礼物了，看到没有？感谢了，给你们这样子吧，给你们叔叔阿姨们不用给我送礼物了啊，怎么每个人挣钱都不容易，怎么钱呢都给你们都不是大风刮来的，好不好？如果你们给我送礼物的话，还不买点好吃的，买点好喝的。好吧，如果哥姐们你们感觉小静这个孩子还可以，值得你们支持的话，怎么点个关注，看点点赞赞，加个灯牌就好了。那我一分钟就来了啊！啊，你走，你等一分钟我就来。那我在这里吗？啊，那你转个头嘛。还要转个头啊？你转个头就好了。转个头不方便吗？不方便，他哥姐们他老是跟着我呀，你们，我也走不好去啊，你们，人家都这么热情，也这么好客的，搞得我也不好意思走啊，你们这个。啊，但这个阿妹人也好，也热情，也好客的，跟你们这搞得我也不好意思走啊。那你们说怎么走啊，跟你们？那我怎么说呢？你们给我提点意见吧。直接跑的话扣个一，跟你们。跟他说好的话扣个二来，你们说嘛，跟你们要跟他说好嘛，因为我跟你们小静这个人的话心有点软啊，也不好说，跟你们啊。我说，这个，啊。直接走的话，给他们扣，直接走是吧？扣个一的，我看一下的叔叔阿姨们，给你们直接走吗？直接走的话，你们扣个小一来嘛，我看一下嘛，好吧？给你们扣个一来，如果你们要我直接走的话，我就直接走，好吧？那个，都扣一是吧？那你们这样子，那阿妹你这，你我去打电话了啊。嗯，快点吗？啊，我快点，那你掉个头吗？我还要掉头啊！掉。啊，那掉走那么远吗？啊，不要走那么远，那你掉吧，掉过去，啊，那好嘞啊。